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我是丽亚，我妈妈是中国人，爸爸是加拿大人，他们给我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中文名，邓明丽。比起念诗来，其实我更擅长的是练武功。去年在加拿大全国武术竞调赛上，我是加拿大全能 C 组女子的冠军。在长拳、道术和棍术上，我都是全国第一名。去年在多伦多上演舞剧《My Mulan》，我被全中演花木兰的小时候，就是小木兰。唧复唧唧，唧唧复唧唧。木兰当，木兰当。不知，不知。不闻，不闻。记住声，记住声。我知道木兰呀，妈妈给我讲过她的故事。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，可厉害呢。我会武术，我也能打，我还会用很多兵器。我觉得小木兰和我很像。老师说，要想演好小木兰，不单单只是会武功就行，要演出小木兰的那种精气神。爸爸妈妈给我找了很多木兰的图片，我还看了木兰的动画片。爸爸说，我能吃苦练武功，也一定可以演好小木兰。乱舞剧演出大获成功，我虽然只上场了5分钟，但我特别骄傲，我能在里面演小木兰。木兰是1000多年前的小女孩，她善良懂事，我和她一样勇敢能吃苦。我7岁拿到了北美洲2个武术冠军，震惊了很多人。现在又演了小木兰，很多人都知道我。我的梦想是让武术成为一项正式的奥林匹克运动，我可以登上奥运会的赛场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武术。